非常舒服哈，真的哈，就是姜太师老的啦，哈，姜太师老的啦哈，他以前很多人都会模仿他的那个鼻音那种感觉哈，其实他真的哈也是非常一个怎么讲，算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歌手哈，真的从以前到现在哈，真的还屹立不摇，也真的是不简单哈。这几年当然比较少有他的作品，但是呢，真的也是非常
很棒的一个更新嘛，很棒的一个更新，很草根性，但是就感觉上非常非常的亲切。啊，这首歌呢是陈美惠的第669首不同的歌曲哈，我唱的是人生的原调 AM 几字号 AM 几字号，因为前几天呢没有空没有唱歌哈，所以啊一直到昨天的时候才有开始唱哈，所以呢啊之前有空了两天哈，啊但是因为是女儿回来，所以就陪她聊天，陪她开杠，还有陪她看一下那个电视，啊就聊一下心事这样，非常非常棒啊，真的也是非常的棒啊。啊，女儿就跟我讲说，妈妈你现在什么不紧张吗？不紧张没有唱歌没有想唱歌曲？我说不会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走到了现在这个的时候，就觉得我会越生活呢越 free 啊，就不会觉得什么东西就是太有自己太癫癫的太紧，我觉得这样也是不好的哈，就是你很随性，但是你想做的时候，你就会很喜欢起心去做，就不会觉得说啊那个是有压力的，完全不会，完全不会哈。况且我已经超过五万首，我就觉得非常的自然哈。今天有唱就唱，今天没有唱就没有唱哈。但是呢，就会想到的时候就赶快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唱歌，所以想到的时候就赶快把它学一些歌起来分享啊。这是我想要把我的那个 YouTube 的账户呢多弄一些，多存一些些，以后的话真的想听随时去唱。都是会非常非常的哇，感觉到非常的爸爸的感觉，对我自己来讲哈，好，那感恩一定要整体给予你的支持哈，谢谢你们，我会继续加油哈。啊，如果是新认识我的朋友哈，还没有订阅我频道，喜欢我频道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也可以留言想听什么歌曲，我再尽可能学起来跟朋友们来分享。OK， 我们就到这边了，撒油娜娜，再见，拜拜，安安，再回啦。绑龙回头。